我希望咧，中心加多啲活动，等我哋唔使抽签咯。多啲活动，咁我哋咪身体健康啲咯。哦，喺六景楼嗰度玩下太极啊，咁玩下拔电感啊，同埋咧听下讲座啊咁咯。啊，量下血压啊，咁入去梗要量噶啦。我落去中心嗰度量血压咧，你即人见到我或者高啊低啊咁，佢都要话俾我听。高啲咧叫问我有冇食药噶，或者有冇做过运动啊？我有时咧自己发觉自己有啲唔舒服噶，或者有啲乜问题咧，我就有时落嚟中心嗰度咧见下萧姑娘啊，见下佢哋同佢哋倾下偈咁。有時咧，佢哋話：，你應該點做點做，咁誒最緊要係休息㗎啦。我早排我兩隻腳痛，去復診佢又唔俾你睇嘅喎，佢話要另外要約嘅時間，然後先你打電話嚟約時間啦。咁我打幾次又打唔到，咁咪落嚟中心叫佢哋咧。佢話一打就得喎，咁我測佢睇咗。去呢個中心咧，即係最緊要係方便我哋，我哋又識多啲老友記啊，大家又開心啲啊，有時誒一齊去啊邊度啊玩啊，咁啊識多啲朋友嘛，傾下偈啊，咁有時即係譬如自己啊自己有三高啊，有咩病啊，咩程度啊，自己即係自己需要咩嘅控制啊，自己唔好食啲乜嘢啊，咁做多啲運動啊，咁。感染自己嗰啲疾病咯。